官要问我是哪一个，顶天立地一保安。洗衣做饭不怕苦，家里家外俺做主，要问俺是哪一个，如花似玉小保姆。兰花，对，兰花，来来来，哎，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啊？讲了。他同意了吗？同意了。俺说俺找了个公安。我的名字叫刘公安，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。俺要说找了个保安，俺哥他肯定不同意。他凭什么不同意啊？现在婚姻自由，走走走，咱们现在登记去啊。哎呀，啊，登啥记呀？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。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嘛？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，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，从小到大。你好了，他到底是你哥呀，还是你爹呀？哥就是爹，爹就是哥。他长了一个爹样，你看他那个样子吧，整天牛哄哄的，我骄傲，我骄傲，他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你还想跟俺登记不？我想啊。想就听俺的，对付俺哥俺有办法。啊，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这。你爹来了。讨厌。我的工作不一般，为业主安全来把关，要问我是哪一个，顶天立地一保安。我骄傲。哥呀，妹儿啊，你干啥嘞？我到处找你。和刘公安聊天呢。和他有啥聊的？我最烦他。刘公安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俺妹妹有对象，俺妹妹找了个公安，我是个保安，俺家专业对口，我骄傲。妹儿啊，嗯，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，走，吃饭去。哥，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。那他还说了，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。这话不像他说的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。刘公安，哎，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。实话跟你讲吧，啊，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。这是他的心里话呀。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，走，吃饭去。你不敢了吧？你吓跑了吧？你吃饺子去吧。咦，哥，他瞧不起你呀，他很狂啊。算了吧。干什么？你还真要训训我呀？好呀好呀，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，来来来，大家鼓鼓掌，让他训训我来。好，来。你狂啥？我问你，你过去在哪站岗？养鸡场。现在小区。你层次提高很多呀。为什么？现在你是为人站岗。过去呢？过去你是为鸡守蛋。咦，狂啥呀？我训不了你，站好了，走右了，立正，敬礼，立兵。哥，你真帅。那我骄傲。走右了，稍息，立正。你错了吧？我没有错呀。我觉得你往后退了。我没有退啊。中中中中中，我退回来了啊。咱俩现在是平了啊。对呀，平的。平了啊。都有了，稍息，立正。你退了。哎，我没有退啊。我看见你退了。我就是没有退啊。你就是退了。我就是退了。你看看，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。这俺哥你做错了就是错了，改了不就完了，有啥呀？都有了，稍息，立正。对了吗？哎呀，这样是对了。那当然了。都有了，稍息，立正。稍息，立正。稍息，立正。赵鑫，李总，你提高很多呀！哎呀，刘公安，向哥学习。我跟他学什么呀？我学这个啊？咦，你跟我学的多了，当好一个保安，你啥都得练。嘿，练武功，练眼力，是不是咱小区的人？你一眼就得认出来。那边走过来两个人，谁？哎呀，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。哎，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？旁边那个女的不是啊？你昨天不是这个、啊、那会是谁啊？我不知道。我快怎么办呀、啊、过来怎么办呀、啊、不该看了别看。哦，那是人家黄总他妈。
哎呀，你儿俩是真和谐。对呀、啊，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，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，人厉害，养那个狗更厉害。妹儿啊，轻易不要惹呀。惹咋了？惹，咬你。哎呀，哥，你的手让狗咬了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，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。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，吓得哇哇直哭啊。咱是干啥的？咱是保安，我得管他。我说你干啥的？那狗，你过来。不是你这么讲话，那个狗听得懂啊？我是谁呀？我有办法啊。你，妈，妈妈，妈，妈妈，妈，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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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他还真听懂了。哥，你真牛！那看见了吧，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。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体贴和教育啊！干啥？咬这小孩算啥？有本事你咬我呀！你敢咬我呢？来！我给你松口！哎呦，我妈呀！看起来这条狼，这就是狗，很凶的呀！狼。哎呦，小马，我到处找你，你那手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你没事儿。哎呦，你看我这孙子，他真不懂事，把你手给咬了。不是，干嘛？不是你孙子啊？这是我孙子。哎，你还不赶快道歉？哎呀，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哎呀妈呀，我这他就真咬了我呀！哎呀，老马呀，哎，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。小马，哎，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，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。走啊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快跟叔叔再见。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大侄子。哎呀，老马呀，这条狗敢把你咬了，他很骄傲呀。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。训练。好的。对，我不想训练了。呀，为啥不想训了？你说嘞。不想干保安了。啊，对，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。呀，哥，你看看，他不想干保安了。你为啥？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干啥有意义啊？老弟呀，你可得想好啊。咱在北京工作，你又是干保安，你爹你妈多骄傲啊。北京是啥？祖国的首都啊，那就是心脏。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，那就相当于胸脯肉，多值钱的。不管怎么讲，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。哎呀，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，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是吧，哥？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。那好吧，老马呀，我找了一个女朋友，那个女朋友很爱我，我也很爱她，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。你长成你这个样，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。哥，